到时候会不会兽性大发、啊？哎、欸，你要想想看，我们都已经讲好四个人睡了，你到时候说不定，你要说帝王一来了就，然后你们三个人挤一间哦，就帝王一来了就，是啊，我可能要睡厕所，那个抱枕，睡厕所的都是我啦，啊，不然你要跟战神对抗吗？也是可以啊。也不知道同人，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在龟什么啊？想要看雅虎新闻哦？哎、欸，来了，哥哥。拜托，你让我那时候晚上你不见那么久，不，Jessica， 你不见那么久就打你电话，宁波的电话通话中。Fuck you！ 阿楚 ，What the fuck is this？你知道出门在外晚上、欸、晚上怎么有肾啊？我操！我吓到裤子都湿了。晚上要跟家人讲一下电话。我操！我想说，难怪他们会过来，原来是有肾。他就说：“哦，林同学被去我挖坑啊！”早上你不是一直偷瞄吗？在吃点后面的时候。你说什么？对。你说我一直什么？没事。怎么偷瞄啊？啊，没事啊。那是只有坐在。尾鱼那个方向才看得到的、啊，看得到啊！一直看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我那个方向嘛。啊、怎么啦？你说我们去吃牛肉面的时候，对。啊，你都吃牛肉面的时候，你也是顾着看前面呐、啊，哪有？因为要在吃啊，走路，你也是顾着走路要看路啊，所以注意啊。是想吃牛奶排骨面哦。走路要看路啊。哇，真的超矮的，我操，矮到爆炸！有谁？还有谁？我可以啊。有谁？蹲下干嘛？就我可以啊。是你朋友啊？哎、欸、，Jessica， 那个到底是谁啦？就朋友啊，朋友。那你要不要当我的好朋友？不想。好朋友，我直接用耍白痴好不好？因为我刚或许可以成我的不错的朋友哎、欸，西卡，不要这样啊！这怎么了啊？跟我分享啊，西卡。